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，我让年华猛然一下慌乱，我让空气虽然一下酥软，整个地球悠然围着我转，我让小鸟欣然围着赞叹，我让花朵依然围着摇扇，我让鱼儿依然围着追赶，瑟瑟抱残当然万物喜欢，我让矜持怦然撩起波澜，我让麻木盎然撩起梦幻，我让人们沸然撩起呐喊，哎呀妈呀，天哪，怎么办？大家好，我刚才那个视频失败了，然后我们就决定补拍一个，再吃一个，还有这个东西还挺好吃的。嗯，开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。你还记得这个怎么吃方便吗？这个由于是因为那个临时决定拍它的，不知道解冻的好不好。嗯，应该算解冻的刚刚好。嗯，它这个是属于那种很香的一种奶酪，然后旁边这个叫饼干碎嘛，叫什么？嗯，就旁边这个黑黑的是饼干碎。嗯，之前拍这个蛋糕的时候也是没有声音，所以这次特别小心是吗？对，我都是拍一小段然后检查一下，我现在都害怕了。它这个这么厚，全是奶酪，然后外面裹一层饼干碎，这个奶酪有一丢丢酸酸的味道，特别好吃。啊，全是奶酪，有点爆光了。嗯，你伸手稍微挡一下。嗯，哎，没办法，救不了。它这个一盒一共十二块。嗯，我感觉什么同事聚会啊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家庭聚餐呐、啊，下午茶呐、啊，可以搞一个，就是它这样配上黑咖啡或者咖啡，不甜的咖啡，嗯，应该还是挺好吃的。以前我觉得山姆的那个提拉米苏是那边最好吃的，这个已经超越了那个提拉米苏。
这边放在嘴巴里，玉米就化的那种啊。嗯。而且感觉一点都不腻。嗯。还记得我们的赌约吗？吃饱再减肥吧。我感觉你就是故意的。你现在这么聪明了。啊。我再吃一块，剩下的都是你的，行吗？嗯，行不行吧？这块我要慢慢吃，细细品尝。哎，我还给叔叔阿姨留吗？不留了吧，自己吃了呀。嗯，他们吃过一次就行了，也没有什么评价的。那留一下吧，给我外甥外甥女。最近，毕竟做舅舅和舅妈的，是不是应该给我两个小朋友留一两块？哎，我刚才还暗自窃喜说，嗯，上当了。这回不用留了，躲过了叔叔阿姨，没躲过小朋友。一家好几口人呢，人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嗯，主要是孩子现在不是放假吗？嗯，没有，每次给你外甥女吃东西的时候都可开心了。嗯，别舔了，一会儿舔这个盘子吧。嗯，就这么一个。